第一口菜就给我干哭了。来啊，这才是吃自助的态度。哎呀，吃完不得哭啊。嗯，在青岛想实现一把海鲜自由，朋友都推荐我来这儿。跳屁股他不想啊。走，咱今天去看看他到底有啥好吃的。满院子就我开的车最便宜，但咱来吃饭来了。啊，他还能不让我进呢？你好，好了是吧？嗯，看迎宾穿的和哈利波特一样帅。嗯，有点法国香水的意思。酒店里边还有卖奢侈品的。啊，奢侈品拍卖啥意思？吃饭付不起钱，包拍了吧？咱我媳妇拍了吧？25，按斤算。25，160，妈呀，不够一个人饭钱的。你好，两位，咱这怎么收费的？方舱两人是770两位。我们两口子770，咱看看能不能吃回本啊？哇，里边人还不少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取是吧？啊，对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咱这边最贵的是什么？那三文鱼刺身和那边的螃蟹。来看看别的螃蟹啊，吃东西你得从贵的开始，合适。今天给你们看看我吃螃蟹的实力。哇，油焖大虾，我媳妇特别愿意吃。哎，这个石甲红没有大的吗？青岛本地的石甲红，皮皮虾这个东西可老鲜了。小鲍鱼，海螺就得吃小一点，这样的香。麻辣小龙虾拼一盘，螺片这么肥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先来三块。奶油芝士笔管，芝士焗扇贝，一股奶油味真香。三文鱼尝一尝啊，他这自助餐做的是很精致啊，尝一尝啊。彩椒烤大虾，江城芝士烤鱼，黑椒牛仔骨，嗯，这个东西我愿意吃啊。啤酒炖猪蹄儿来了，猪蹄子，榴莲披萨，不错，好香。哎，这肉夹馍做的跟烤包子一样，主食再好咱也不吃。烤榴莲，这个东西咱得多来点啊。凤梨，这石榴看着就很好啊。花果，哎，西梅、秦王都是好玩意儿啊。西瓜，我一会儿见老虎蟹，一人先来它一个啊。刺身区重头戏啊，甜虾带籽的啊，北极贝刺身甜虾。3年。厨师告诉我，这个甜虾3年才能长这么大。挤了一个柠檬，嗯，小味儿就来了啊。哇，这么多寿司，看这食欲。烤鳗鱼的，三文鱼炒饭，开灶了啊，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。这一大桌，这老些海鲜，你就说你们馋不馋吧？先来两片三文鱼，开开胃。嗯，啊。一下就想家了，这三文鱼很好啊，第一口菜就给我干哭了，就单吃这个东西我能吃2斤，嗯，太鲜了，煎虾生了300多，男媳妇第一口就哇，来吧，太漂亮，来啊，这才是吃自助的态度，哎呀，哎呀，吃完不得哭啊，嗯，啊，哭也是香哭的。啊，就这品质的自助，咱指定能给他吃回本。嗯，入口即化，太香了这个东西。头一回这么吃甜虾啊，太爽了。嗯，这个虾太新鲜了，分分钟20多个就干没了。这个壳硬的就可以。嗯，这个还可以啊，鲜啊。这个老虎蟹是凉的，刚刚硬啊这黄。一个螃蟹抠出这么多黄，嗯，真紧实啊。这肉还不少。嗯，它是冻的，所以吃不出那种鲜味的样子货，不鲜，还得是来炸蟹。哎，你看看这颜色才对呢。嗯，河蟹肯定香。哎呀，这大河蟹在农贸市场买，这一只就得小20块。嗯，这膏太腻人了。这大闸蟹是个个都有黄啊，看看看这河蟹的品质，今天回本有望了啊。嗯，太香了这个东西，吃到嘴里这个厚实感。嗯，哎，太香太香了。来，媳妇，你先磕这盘瓜子，我给你扒小龙虾，造吧。那是必须的。得有2-3个月没吃过小龙虾了，嗯，味儿很好啊。小龙虾肉是不是活的，一扒就能瞅出来？嗯，可以，嗯，麻辣的更香。走，媳妇儿，你不让我喝2杯吗？嗯，啊，这个白木耳跟我卖的一样好喝。来，亲爱的孙女士，小龙虾给你扒好了。咱俩两个人吃这么多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秘制小排骨，嗯，甜口的，这个味儿好香啊，真香。再来一块，肥而不腻啊。烤榴莲，这玩意儿一回一个。是咱青岛本地的石甲红，全是黄，嗯，海蟹就是另一个味儿，这个螃蟹就是特别的鲜。来，媳妇儿，虾糊也扒好了，可够吃，这玩意儿我一顿也能干好几斤。芝士扇贝，嗯，太香了，来，媳妇儿你尝尝快，香腻着了都。烤螺片，嗯，本子揪的。三文鱼炒饭，鱼子寿司，嗯，来，哎，这声，咔哧咔哧，造。金枪鱼，嗯，啊，哎呀，哎呀。三文鱼的肉就特别细腻，吃自助餐一定不能落下哈根达斯这个东西，搁超市撒球就100块。嗯，就这味儿，猪蹄儿，这小味儿炖的，真好。嗯，快，这块给你了，媳妇，这牛仔骨太嫩了，
香煎鹅肝，好香啊！这个海捕大虾是个草莓，啊，小甜品好甜啊！啊，真好吃，石榴不错啊，水分十足啊，嗯，还是软籽的，凤梨，嗯，哎我天，满口爆汁没有丝儿，跟咱在海南吃的凤梨一个味儿，是吧？无花果，还很甜。我们两口子吃的这顿海鲜自助花了770块钱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甜虾咱就吃了不少啊，这一杯草莓汁不得值30，吃饱了回家舒服得劲儿。看我们青岛的大海，这就叫海景房了。关注金松，带你了解不一样的房车生活。今天咱干海鲜自助。